到我的金樽，不管怎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带回来。安尼姐姐，你千万袂当甲我和我阿妈吵走。有我伫个，你免想要卡着圈圈，我绝对袂让囡仔和你带走。陈安只不过伫个感情上做出家己的选择。我可能也是卖去变啊，若无时间吼，张礼部三位千岁听袂落去，就派兵将甲你攻尻川啊哦。小平，小平，你想怎啊？当然是王爷在发威啊啦！生爷爸孙搁敢后壁讲话哦？阮孙本来就应该跟我做伙，我今日就要囡仔全走。娟娟，你是凭啥教死我？你给我放开！娟娟，你我的哈尼太有正义感了，无甲你吓惊，真唔知我厉害。我决定要离开查理，因为法官都把酒紧紧看查理去，让我害死。分手这件代志，得靠我来处理，我会想办法，我查理对我彻底死心。为着我的金樽，不管怎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带回来。安尼姐姐，你千万袂当甲我和我阿妈吵走。有我伫个，你免想要卡着圈圈，我绝对袂让囡仔和你带走。陈安只不过伫个感情上做出家己的选择。我可能也是卖去变啊，若无时间吼，张礼部三位千岁听袂落去，就派兵将甲你攻尻川啊哦。小平，小平，你想怎啊？当然是王爷在发威啊啦！生爷爸孙搁敢后壁讲话哦？阮孙本来就应该跟我做伙，我今日就要囡仔带走。娟娟，你是凭啥教死我？你给我放开！娟娟，你我的哈尼太有正义感了，无甲你吓惊，真唔知我厉害。我决定要离开查理，因为法官都把酒紧紧看查理去，让我害死。分手这件代志，得靠我来处理，我会想办法，让查理对我彻底死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。